喂，我是 IT， 你打开电源了吗？来迪克，高智商的迪克，出着肆意言，敲击着我的键盘，相对电脑的故障就是小菜一盘，随便写个程序就是为了自我挑战。我是来迪克，电脑的 superhero， 我的速度是千里马，速度是电车，骑白马的不是王子，而是爱迪侠客。让你们知道我的义务不是跟你啰嗦。拍点急的数据变成恐惧的怪兽，云计算就是我手里的利剑，木马、黑客、烧香的熊猫，把他们全部消灭，杀个精光，别跟我这嚣张。我是IT客，改变世界的 power， 同样也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。IT 让世界变得更有智慧，食物开口说话，道路畅通无阻，没有了污染的痛苦。源源不断的能源点亮了路灯，同时也点亮人们心中的梦。